还是软件问题。该换了，买了能两三年了吧。自从下了电脑管家以后啊，就开始死机了。死完机以后我给它卸了，卸了以后还死，这就有点难受了啊，这就不对劲了，不太对劲了。哎哎哎，折磨你。哎哎哎，补刀啊，那不能让你补。我们就在这一待，嗯，一卡。想吃经验呢，那不能让你吃。谢谢弗莱海因的飞机，还有三分钟开奖啊，一个飞机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令人恐惧的阴影，现在是100%的中奖概率啊！给队友打个信号。没事啊，即使小光头现在来我们也死不了。还有2分钟开奖啊，一个飞机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，这什么意思？呀，哎呀，点小兵了，不过问题不大。这小子突然之间没忍住，上头了，可以啊，上野两开花。着急了，开始，急起来了。他闪现也交了，是疾跑也交了。我就知道他妈剩一下死不了这兵。谢谢 Lerpano 的飞机，还有2分钟啊，现在是50%的中奖概率。拉啥呢？哎，这波被打的不太好啊。我听见了无知的呼喊。你可别让我打着你啊。你让我打着你，直接一个爆。还有1分钟啊，回家了，游戏结束。谢谢一只迷路的小鹿啊，迷路的一只小鹿啊，
现在是三分之一的中奖概率啊，还有40秒开奖。出门，塔皮，着什么急？谢谢，我根本没打算中奖。葫芦娃，乐观而忧郁，六分之一了，六分之一了。谢谢灰灰的三个飞机，七分之一了，飞机多可能会概率高一点啊。最好是推一下线，恭喜我爱鱼。哎，那唯一那一有延迟伤害，怎么的？阿卡丽来了，你干啥呢？你怎么回事？你怎么还能从这里走呢，兄弟？我是没想到的啊。打个眼儿的，在这等他啊！这小子，我估计。啊，他去中去了，心态爆炸了。你看着没？你别管你维恩玩的到底好不好，你只要对面拿落手了，你拿个维恩，你稍微让队友管一管你啊，就是别让人赶客的好多波，可能就能给他心态就打爆啊，心态就爆炸了，就完了，就受不了了，就开始送人头了。就会说，哎呀，为什么打野不来帮啊，咋咋地的。其实这就是扛特，你得能忍得住。这点小事你都忍不了啊，兄弟。你以后这是社会怎么磨练。你要是打野就抓我，是啊，我都跟你说了，我说尽量别让他打野，一直抓你，叫队友来反蹲。你像这种反蹲一波就爆炸，你还敢抓？哎，我发现我每次平 A 都带这个小蝙蝠，你看到吗？小蝙蝠。回家，出海妖杀手。哎呦哇，他咋给你下当了呢，兄弟？这我没想到啊，居然能下当！他杀完人以后，他可能心态就又好了，知道吧？他可能心态就又好了。然后呢，他如果再死，他心态又完了，就这样式的，就是。直接疾跑给我开起来，
我们来不能白来呀。如果阿卡丽没出现在上路，那这个凯隐打峡谷的计划应该是要泡汤了。这咋的呀？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对面的 ADC 很膨胀啊！先插个针眼，我们已经无敌了呀。无敌了，看看出点啥啊。羊刀绿叉，先出羊刀吧。把蓝打了来。哎，在这等一下啊，在这等一下，等这等一下。这凯隐指定得被追，你看着100%。我们先杀这锤石啊！来来来来来，小光头，你给我上墙 ！OK， 吹波 Q， 钢铁烈阳之匣，自从一塔剩三层塔皮以后，我们就再也没见到过这落手了，是不是？呀，舔我，挺大个脑袋还敢舔我。哎，不就是个小锤石吗？头挺大啊，先走一走。你要跟我硬怼兄弟，那你肯定是不行啊。呀，闪现把我舔死了，没让我动。这个是2900，这个是2800，那我们先还是先出这个吧。反应慢了，不是反应慢了，我们的反应最多就达到这种地步啊，这已经是我的极限了。本身咱也不是用操作与反应来当上这个主播的，兄弟，这不是我的强项，我的强项是脑子。
多少钱？1400。令人恐惧的阴影。我用我的脑子来预判他下一波，他应该要做什么，而我做出判断，知道吗？做出反应，而不是说临场的反应。刚才他这边有闪，我不知道，我大意了。就杀金克斯吧，没有关系。呀，落手来了，别急啊，这小子可能有闪现。我们想一想啊，怎么能秀他？啊，那没事了，我帮你推他一手就行了，你应该死不了，没关系。这个出完以后，羊刀绿叉海妖，出点吸血吧，先出个小吸血，这样能有点回复能力。小心点。其实我们需要一个水银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出个水银就无敌了。盾弓已经出不了了。我现在真的感觉我能一个打五个。就以我这为人这个攻速来讲的话，我们打五个应该不成问题。我可以试一试。好，可以上了。先杀他小光头啊，再杀他们家的落手，再杀他 ADC， 为什么一个人头都没有啊？真的是。